年啊，在下以为中国大王所提出的条件，可以证明伊的生意无庸置疑。但是杨继前的心态尚有可疑之处，望请殿下深深裁处，以免他日再生事端啊。这，我将军，这次在军粮会上，并保住蒋主席的性命，你以刘英雄技工发威，你认为技工署的意见该如何考量，就由你专权裁断。是，季公主，你的意见不无道理，也不过在下却认为你太多虑了。哦，愿听高见。季公主，爱公义，悔我之意啊。将军啊，我真担心啊，杨继前将我归山何无边，金戈那戈花遍遍，祖祖离别我。是何将军啊，敢担当日后敢会起干戈？爱公义哪敢背天道？我当士兵。将军的文韬武略一流，相信在座诸侯拢量得相信。但是维持天下诸侯和平共处，是中原霸主的责任。敢问殿下，但不知我将军的承诺，可否代表楚国大王之意？义公主是怀疑小王，不能担当我将军的承诺性。技工不敢，但是事关作为主侯安危，技工之言若有不得体之处，望请殿下我将军海涵。大公，我乃感觉技工是专心要治晋王与杨继前死敌。技工这个人会点难解，伊想要在军粮会上。杀了晋王与杨继前，永绝后患。哪里有这？这得了人处，请了人。何况晋王已经表示十分的诚意，何必赶尽杀绝？好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交我处理，我保证等晋王甲杨继前平安脱身。哥，哎，我办事你放心啦，我来拍拍你个大哥的名声，你才有我身份啊。大哥，试看，无定着有办法嘛，不一定。二哥，你是惊金龙甲杨继前恁若回国了后，伊会再度变成反国国的主流是？这样可是有处顾虑。嗯，他说各位若是会当信任我刘某人者，我刘某会当向恁保证。如果日后金龙若胆敢搁再强行侵犯各国的自由，我甲三姐兄弟，阮就打神龙，甲我的大骨联手，为各国的自由讨一个公道。刘英雄的胆识确实令人敬佩，但是嘛，要维持天下自由和平共处，尤其是凭恁举起三龙牙这之力，可能相输心。二哥，啊你。二哥，你是想要安怎行？
楚国是诸侯讲恁中原霸主，吴将军又是天下诸侯救命恩人。按理说，恁的裁决我不应该有意见，但是秦国民性彪悍，什么人嘛唔敢保证，因未再起开路中原之心，所以在下有一个建议，请殿下裁断。有何高见？说吧。为了维持天下诸侯和平共处，在下希望公推出吴将军为中正名副将军，由各国诸侯拨出三分兵权，给吴将军掌握，借以制裁破坏和平之诸侯。不知殿下吴将军，各国诸侯意下如何？吴将军，你可愿意承担维持天下和平的重责大任？启禀殿下，希望各国诸侯看得起民心，只要殿下降旨，臣绝无放怠。好，小王就在军粮会上，封你为十八国中正名副将军。大哥，恭喜你十八国破势，从此扬名天下，实在让人真欢喜的。哼，燕娘，大哥十八国破势，我看你比大哥较欢喜哦。嗯，啊，我替大哥欢喜，敢有啥物唔对？我大哥，你讲，这是咪一件真值得人欢喜的代志？燕，多谢你替我欢喜，也唔过。将军随风光，三分兵权好名望。你这心难有作用，何汉之君为难用？我大哥，你放心。将英雄团结团摇武林中，天下自由甲存亡，兵临城下不宽容。爹娘，济公公主讲了无唔对，想要维持天下诸侯和平共处，并不是山贼兄弟独立认为之事，而且军粮会上将诸侯，暗调汹涌又起刀，和平共处的口号，你阿爷会起干戈。大哥，英雄英有强天志，何故天雷响九级，为救苍生为自己，勇往敌前莫敌意。我大哥，既然你知影十八国挂帅是一场真对啦，又搁无讨好的代志，为什么你来要接受诸侯的天职？如果吴兄唔接受名副将军的职，不但无法当结束军粮，强起来金龙兄弟也无法当安联倒转甲秦国。到迄个时阵，秦国为了挽救金龙兄弟的性命，再次兵进中原，以首当其冲，将的是龙牙山贼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你惊什么？军国大事，爱谨谋慎行，袂用意气用事。大哥，小弟来去找济公公主，研究如何落实名副将军的职权。
地大王，济公殿下。明武将军，康熙明，做武实权，怎样兵啊？穷人有本领，天下亦难治好病。济公殿下，国王认为新县令的顾虑不无道理。明府将军也是无实权，强强了真难好令天下诸侯啊。不知新县令有何具体建议？是某有一个方案，不知是否可行？哦，新县令。不容说出，予阮参详啊！天下诸侯，当年死，落款不明，这兵符。如此风凉，成大事。敬请你为大丈夫。那这是十八国诸侯具名落款的得职军人物，希望殿下以中原霸主身份，专属五将军接驾。日后更有者，如同中原霸主及各国诸侯亲临，控令者视同天下共敌。明府将军有权带兵征服。明府将军武主事接令。武将军，小王希望你接掌这个十八国的岁令之后，一定要竭尽全力，公正无私来执行军粮会的决议，维持天下诸侯和平共处。启禀殿下，微臣不敢藐视殿下以及各位诸侯的期望。参见明府将军。各位王公主，请入住。武主事何德何能，不敢接受各位如此待礼。先生，你这个一时一妙之举，确实有影过人。不但王公将军确实掌握了十八国的三分兵权，我错过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。客老殿下，这都是因为我将军智勇相传，人不将谋，天下诸侯才敢用三分兵权托付给伊，属下不敢拒恭。先生，虽然孔县令曾经讲过“谦受益，万交顺”这句话，也不过那过分的谦顺，会予人虚伪不实的感觉。你讲对无？就下谨记殿下教诲，绝对不敢失望。先生，你是当今闻名天下的文曲贤人，学识渊博，小王只是有感而发，别无他意啊。启禀殿下，柳英雄跟柳姑娘来了。紧请进入吧。是。殿下，你找我有代志是？柳姑娘。其实也无什么代志，只是小王想讲要倒转去都城之前，当面先向恁兄妹说声，也嘛要感谢龙牙山这众兄弟在军粮会这段时间的辛苦。但小王若倒转去都城了后，
一定会变面我的父王，手术拢加三济种兄弟。殿下，恁父王的心肝内根本都看无起阮拢加三济兄弟，伊的手术阮才无遗憾。柳姑娘，以前阮父王的言辞确实有不当之处，小王仅代表我的父王向龙牙三姐众兄弟道歉。表示龙牙三姐兄弟的人，暗示你啊啦，你敢回失礼，阮才不爱接受。表示龙牙三姐兄弟的人，暗示你啊啦，你敢回失礼，阮才不爱接受。燕儿，殿下是一番好意，伊又何必安尼得理不饶人呢？大哥，我讲的拢是实在话啊。殿下是咱的朋友，伊也无做唔对代志啊。阮凭什么都要伊甲阮回失礼？啊，殿下，燕儿伊生性坦率，讲话一向拢是安尼直言无讳，殿下切莫见怪。柳姑娘实话实讲，真心可爱，小王绝对袂怪罪伊。殿下，各国诸侯已经准备赴归，如今即在正义厅要向殿下施行，请殿下定夺。先生，在就由你代表小王前去送因回去吧。是，三伯，我是龙牙山寨的主人，我回来送你呀。我嘛要去。王将军。军粮会也已经结束了，你就去准备一下，咱也应该启程回都城。启禀殿下，军粮会公事遂了，但是楚景莲因事事未决，如今晋国大王以及燕千岁就在听我号召。我将军，小王感觉你好亲像真热衷促成楚景两国联姻，不知所为何故？客禀殿下，微臣是基于楚晋联姻，公私两议，所以才希望殿下同意娶无相女为妻。公私两议，公有何益啊？殿下，以公。你的看法是正确。世间夫妻无道，凌乱的社会无奈何。Oh
时候。